怎样吗？我怎样吗？我没有说怎样啊。态度不正，我干嘛？我有说话吗？你干嘛骑这么过来？我要转弯啊！你要转弯，你要到中线再转弯啊！怎样吗？我怎样吗？我没有说怎样啊。态度不正，我干嘛？我有说话吗？你干嘛骑这么过来？我要转弯啊！你要转弯，你要到中线再转弯啊！那你现在正正着我干嘛？哦，我不能看你吗？啊？看到人家已经来了，注意嘛！反正我直接跟你说，我要挡就挡，我给一点。啊，你逆向！你逆向！在送单，你很闲嘛？看到人家已经来了，注意嘛！反正我时间比你多，你要挡就挡，我给一点。啊，你逆向！你逆向！你在送单，你很闲嘛？这样子的。他说明明知道。Thank you.